台南市原住民学生参加今年原住民语言能力认证，通过率达到77%，比全国总通过率62%更加高，更是连续12年得到冠军。其中有4名学生得到榜首，成绩非常的好。台南市教育局在东区这个国小举办表扬大会，由市长赖清德亲自颁奖，奖励优秀学生，并且颁发感谢证给指导老师。我们其实，在主语的教学上面，得到这样的好成绩，当然很值得这个欣喜的。但是，其实我们在主语的推动上是多面向的在推动哈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在的地点是德高国小，对不对？好，德高国小有一个我们成立的原住民的这个教育资源中心，好，那这个中心里面呢有非常多原住民的文物啊、介绍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中心呢也每学期都办理呢很多场次，就是让我们其他包括幼儿园、包括国小的同学一起来这边呢探访，好，这些原住民的文化。我们原住民的小孩子可能没有其他县市多。可是呢，我们非常用心，非常努力啊，所以我们成绩啊比他们好。你看，各位，这个主语认证连续十二年称霸，其中有4个榜首，哎，真的要鼓励一下好吗？这个同学也很认真啊，市长很肯定啊，但是老师的辛勤教导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啊，而且又能够教出状元，哇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刚刚司仪有特别提到哈，我们已经连续6届这个原住民的艺术表演竞赛是6连霸了哈，哎，这个我们也互相鼓励一下好吗？这个也不容易耶啊，我们也不容易的，我们也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原住民教育资源中心，就在德高国小。表示什么啊？表示其实啊，这个城市啊，这个城市是注重多元文化的啊，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。不管你早来，不管你晚到，你认同这个城市啊，你喜欢这个城市，你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。